李天禄的四个女人这个音乐的部分，钱南章老师，当然我们之前过往有一些合作的经验。那钱老师的作品，其实在台湾的作曲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，他很平易近人。那有时候会有一些很有趣，钱老师他的一些巧思。那我跟钱老师的第一个合作的作品其实是《十二生肖》哦，《十二生肖》也是一个国乐团跟合唱团的一个大型的一个作品。那钱老师的音乐，坦白讲，非常的旋律上面来讲非常的动人，那有一些很戏谑很调皮的一些老师的一些作品的风格，其实都在李天禄这个四个女人的歌剧里面也都放进来了。